赌场有没有养小鬼？我先给，我先给出一个结论：赌场不仅养小鬼，我们还供养我们内心的一个魔。也就是说呢，不仅有小鬼，还有魔。我们就来一样一样的聊。 这个话题呢，可能会引发包括我这个标题和这个，呃呃图片，都可能会让大家不舒服。可是呢，这又是我们不得不回避的啊，无法回避的，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相信很多人心中呢也会有这个疑问。那么我也不是什么这个这个风水专家，我也没有在赌场里面工作过，我只能以我的切身的。 体会，加上这些资料，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些资料到底准确不准确，但是没关系，我们就把它拿出来，大家可以就是作为一个一个资料的一个一个一个你可以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范范畴，好吧？一个一个来聊，我给大家摘录一点这个互联网上面的资料啊。 曾被澳门八成以上赌场、八成以上的赌场邀请担任风水顾问的司徒法正指出，世界各地的赌场都有布下风水阵，养小鬼，纠缠赌客，让赌客把钱带进赌场后，就不能轻易的把钱带出去。 他说，赌场总是故意在赌桌附近专附近专置或安放一些风水装饰物，比如大型吊灯啊，或摆设品等啊，借以分散赌客的注意力，或者对赌博造成心理压力，让赌客其实赢钱也不会赢太久。那么这些呢，跟这个养小鬼就是关系不太大啊。那么我我想说的就是，赌场它的目的就是要赢我们的钱，我们是零和游戏嘛，对吧？ 那么呢，他在风水上面下那么大的功夫，假设我们假设养小鬼，效果会非常好。好在哪里呢？可以让我们赌客进了赌场以后，赢输都不愿意走。那么，那么，那么大家大家想一想这个逻辑，如果要是小鬼有真有这个功能的话。 那比任何的风水其实都有效，或者换一句话说吧，小鬼其实本身也是风水的一部分，可是它是最有效的、最有效的一个风水的一个方案。<coughs> 那大家认为会不会养呢？那 OK，会不会养？我我我讲讲我自己的经历，好吧？那么以前在在澳门呢，也经常去赌场，刚开始的时候，呃，也会。 就是说，其实包括到现在，我也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个真人不说假话，因为我我我从来没有把我当赌神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就实话实说。包括现在我也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输了不愿意走，一定要把。好在就是每次进场的时候带的钱呢是有一个额度的，赢了也不愿意走，翻倍甚至翻两倍也不愿意走。 对吧？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那么以前呢，在澳门的时候呢，当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我们就不得不去，就是人就有这个毛病啊。当我受到损失、伤害和损失之后，我们第一件事是要去找一个借口，或者说找一个对象，啊，去怎么说呢？就是说，呃，就找托词吧。 在外部找原因吧。那么我我我我那时候也在研究，到底有没有小鬼？那么那么那么这个事呢？我其实我到今天呢，我不敢确定，我不敢确定。但是呢，我心里面又很肯定。我对公众，因为你说话要负责任嘛，因为你要有证据嘛。所以说，我对所有的朋友讲，包括我现在视频来讲，我只能告诉大家，我不确定。可是我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心里面是非常肯定有这么一件事。为什么？ 我我我我这话说的一点都不矛盾啊，反正懂的人就懂我我我在表达什么意思。我又讲讲我自己，就是说，我就会觉得在赌场里面的，特别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次第一次啊，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当时在星际，哇打的非常漂亮，哦、呃、好像是两房一厅还是啪啪连就这种这种情况。 就是按我们的这个打法打第二口，我当时还有一个朋友在边上，哎呀，他也说他打的真好真好啊，就赢了几万块钱。赢完了以后呢，我就想乘胜追击，但是呢，因为澳门确实这点方便，我乘胜追击呢，我也没说、嗯、继续在星际，就说转一转看一看，就走到就走到美高美了。那在美高美了，大家知道美高美事实上在这几个赌场里面啊，就在澳门半岛这几个赌场里面啊。 新赌场里面啊，它事实上属于是比较昏暗的，对不对？就比较压抑，顶不高，然后灯光呢不是那么不是那么那么那么的明亮。它跟永利比，它跟那个星际比，包括跟这个新普京比，对不对？那么我就我就我就觉得很奇怪，在新在在美高美我，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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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就是说在那边呢，输输赢赢赢输输的。那么事实上心里已经很清楚了，进入这种。 缠斗的状态，我这个说的应该是在哪一年？一零 <coughs> 年还是一一年的？就十、是、年前的事情了。我我我我我我知道这样的缠斗一定是要出事出事的嘛。心里面就跟我说：“走走走，不打了，我反正已经赢了赢了好几万了，根本就不要打了，对吧？”这个时候呢，就接到我那个朋友的一个电话，咳咳一个什么电话呢？ 就是我们在星际呢，好像领了一个什么礼品，一个大袋子装了一大袋的一个什么礼品，我我现在也忘记了，我都没在意，就让那个朋友拎着嘛，然后他就走了，我就让他先先先回去，咳咳他是在澳门工作的，我就让他先走，他打个电话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那个那个我把你的那个那个、那个、那个礼品给搞丢了，哎呀，我我,我当时就正在看路，正在下注，知道吧？ 我一看是他的电话了，那我就接呗。接完以后是这种破事我就说这算什么嘛！哎呀，这这不不扯了不扯了。他说：“哎呀，真的不好意思，还在那不好意思。我”我就我我就很烦，你知道吧？好，就这个电话好像是个转折点，莫名其妙的就开始了。然后呢，我就想走，怎么都走不了。我再告诉大家啊，到最后啊，打到身上只剩一千块还是两千块，我现在记不住了，大概也就两三千块钱了。 哦，筹码就输完了，可能身上还有两三千块钱现金，我就我我居然还去继续打老虎机，一直在老虎机上面把那几千块钱输完，才昏昏沉沉的走出去。那一次呢，就让我觉得呢，有小鬼，有小鬼。好，那我就去查资料，资料给我们显示的都是有小鬼。 那问题就是说我，我我我我我得找一个对对策啊，对吧？好，对应方案是什么呢？OK，我告诉大家啊，我在澳门呢就有很多，每次买东西啊或者打老虎机剩下啦、啊，就是有很多那个硬币，那个硬币呢还有很多是金币。大家知道澳门的那个是几毛啊？是一毛钱还是五毛钱、啊？是是那个很漂亮的金币，对吧？还有那个什么，反正包括港币一块钱还是什么哦。 呃，都是港币，都是港币，就是一个小金币，哦，好像是那个澳币也有那个金币。我呢，就每次呢回去之后呢，包里面就一一拿拿出一大把出来，所以说呢，我就有两个瓶子，这么大的两个瓶子，我装了两个瓶子。好，那么那么我们在互联网上面就找找有什么对应方法呢？就说呢，把那些硬币洗一洗。 用那个盐水泡，泡多久？我我现在给忘了。反正你泡，泡完了以后再把它晾干。然后呢，我就用个袋子装起来，就一个袋子里面一大把，呃、哎，还不少，很重，很沉。他就让你干嘛呢？就每次在进赌场之前呢，在赌场的门口呢，有一些草丛啊，有一些花树木啊，就那些地方呢，你就。 你就抓一点，就就就给小鬼，给小鬼干嘛呢？就说，哎，来，给你点钱，你就不要来缠着我，啊，就有这么一个说法。那我就照着这么做。我跟大家讲，一点用都没有。那么，那么就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呢，我就认为呢，有小鬼一定有，我心里面，我对你们说不确定啊。 我对大家公开说，我都不确定啊。但是我说我心里话，我认为，我心里面认为一定有。可是呢，经过这件事、那件事和就说我用盐水泡硬币这件事之后，我个人认为呢，心魔大于小鬼。我心里面有魔，这个魔是什么呢？就是欲望，无止境的欲望。 永不停歇的欲望，哈、啊，无法 stop 的欲欲欲望，OK。好，那么事实上，我们今天不是来谈我们的心魔，谈我们的欲望，谈我们的心态，谈我们的什么什么？我们今天还是来谈小鬼的嘛，对不对？那么呢，我要继续就讲，就说，就说我要来，我我今天做这个视频要讲这件事情。事实上呢，就是说我并不是来哗众取宠的。 啊，我不不是来来来来来忽悠人的，我我是来讲我自己的一个经历。那么事实上呢，这一段时间我在哪里，大家也知道，所以说我也不用多说 <coughs>。我可以跟大家这样讲，我明明确确的，我感受到我已经被小鬼缠上了。我可以明确，我可以跟大家这么说，原因是什么呢？我现在是只要一进赌场。 我就会莫名其妙的浑身无力，那种无力感，那种那种气不足，然后莫名其妙的就会有一点点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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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反正就是，我怎么形容啊？就是就是身上那个这个这个能量，要要要要最恰当的最恰当的形容，就是我觉得我的能量很不够，很不足。 呃，然后呢，同样的也会，因为现这段时间啊，我我我我我我身体感觉很很不好，而且你大家可以看我的眼圈啊，都莫名其妙的，都有点有点那个黑眼圈。刚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的技术团队的，他刚才请我吃饭，吃饭完了以后呢，到我这里来，他也跟我说莫名其妙，他在这里就开始觉得没有那个那个那个精神。然后我说你看看我的那个。 你看看我的脸色啊，各方面啊，他也说我这两天明显的就就不太对。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并不是觉得这两天不对，我是觉得他好像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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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周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说哎会有这么一个三五天一个礼拜十天哦，然后好精神稍微好一点，比如说我赌赌场就少去一点啊、哦，好像经常就好好一点。然后呢，我我是念佛的嘛。 阿弥陀佛和那个观世音菩萨，包括大日如来，我我都我都我都练的嘛，这些咒啊这些，啊人就会好一点。包括我，我本来都都已经开始犯懒，不怎么去运动了。这段时间也开始去运动，啊，正好我我住的那个那个地方呢，边上也有一个体育场，新加坡体育场非常好，一分钱也不用收啊，你只要登记一下，就是疫情的这个这个登记，扫一个二维码。 或者你没二维码，你把你把这个你的你的 ID 报给他，OK，你就可以进去，啊，那我也去运动，运动完了后觉得人很不错。可是我跟大家讲，一进赌场，我现在只要一进赌场，我第二天一定会觉得人浑身无力，就无力感，然后呢腰好像也直不起来，肾这里呢又感觉好像是。 有点有点，就是腰这里啊，又感觉有点有点不大对劲。然后呢，两个眼睛呢也总是不舒服。好，去跑个步就好了。No，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他到底是生理问题啊？应该不是什么心理问题嘛？心理肯定也有了啊，但是但是它明显的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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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生理上面的一个一个反应，而且巧就这么巧。 我不去赌场，连续几天不去不去赌场，我我精神就越来越好。所以说我这段时间很少去赌场，去也是去那个地方。就是我我不想说啊，因为因为这也就是两家赌场啊。那么只要去赌场，我就会第二天开始，我人就开始浑身不舒服，啊，睡也睡也睡不香啊。然后呢，你你不睡呢，你又觉得呢，人呢这个呃这个这个。呃这个这个 气不够足，你又你又无所适从，你不知道该干嘛。然后后来想，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去那个、那个、那个阳光下面去跑步。这边呢，这边跟这个、跟跟嗯，北京呢、啊、没有那个、嗯、没有时差，跟中国。但事实上呢，它的我个人认为它是应该是有一个小时时差。为什么呢？ 他到了晚上六点多钟、七点钟，天都很亮。我经常到七点钟，我还以为才五点多钟啊，都已经七点钟了，太阳还高挂着，还在还在西边，亮亮堂堂的。所以说我一般我五点钟、六点钟我去跑步，那是大太阳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是下午四点钟这种时候去跑步，哎，跑完步精神就马上就好。可是第二，可是可是当天晚上和第二天，只要一进赌场。 人出来就不行。那赌场是怎么回事呢？大家知道，赌场市场阴气是很重的。我我是我是能明明显感受到的。包括我进赌场，我我去我去念佛号，好像好像好像就是说都抵不住，抵不住它里面的那个那个阴气和杀气。然后呢，它空调呢又开的特别冷。我如果是像这样子穿着短袖进去的话，那我跟你说啊，我我。 我我到一个小时以后，我一定会冷冷冷的发抖的。有时候我甚至还傻乎乎的穿条短裤进去，知道吧？所以说呢，我想跟大家表达的就是什么呢？我从我自己的所以说，我现在所以说，我都不想讲任何这个互联网上面讲的东西。我我我想讲我自己的切身感受。这种分享才是最有用的，对不对？或者说。 最具这个这个真实性的，因为他们讲的东西我也不懂嘛，互联网上面那些风水学家或者有的人转抄转摘的，那我们是有直接经验的人嘛，所以说我们讲我们的经验，虽然我们现在讲不出它背后的一个逻辑或者背后的一个一个原理道理，我们我们讲不出来，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真实的感受。那就是说赌场，我我说句实实话，我认为它的阴气特别重。 包括它赌场里面还有分几个厅，有的厅呢，那个不需要灯光，自然光就很足，也也也不对，因为它整个赌场从风水的这个布局到它的格局到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能量场，我感觉就是说他们做的真的是非常好。 虽然我们受到伤害，但是你也你又不得不佩服这些风风水专家，他们他们做的一些事情。那么我在想，就是这个风水的话呢，它的这个磁场呢，对我肯当然是有有影响啊，但它有影响的话，也不可能影响的那么重啊。它是不是有小鬼的？那所谓的小鬼，就是说他会对你有一个针对性的。 这里有些针对性的，他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风水学家讲的就是说，拍三个灯，这是三个灯，额头，两个肩膀咳咳，你进去，他就给你把这个，等于说你像三三个油灯一样的进去，他给你他给你拍掉，拍掉之后你进去以后你就你就你的能量就就不行了，或者说你就相当于就是说所谓的不能自控，事实上就是被他操控了。 我不知道，我说句实话，我不知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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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现在又深更半夜要讲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能感受得到，而且我整个人的身体上面，我本身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敏感，我的身体各部位，包括呢，你比如说在我在这边啊，闻到印度人呐、啊，还有马来人呐、啊，他们包括他们这里的工作人员，就是就是印特别是印度人，他们喜欢喷很浓的香水。 那些香水呢？我只要一闻到，我马上就反应很大，我马上必须要把口罩拉下来，就让就让空气就让它通 <coughs>。那所以说呢，我的身体上面的我是非常敏感的。你有不你有一些异味，或者说有一些怎么像这种我们看不见的这种灵异的东西，我我都能感受到。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天。 我不是还有一个视频吗？我说那天遇到一个老太太，那个都都的妈，那个他给我留言，还是跟我在那个哇塞上面跟我两人聊天，他就说，是那个老太太，因为她她本身自己也是有灵异特质的，她跟我说，我我说实话，我真的很认同她的这个说法。她说什么呢？她说，是那个老太太能看到。 有小鬼跟着你，而且这个小鬼是哪里的小鬼？所以说他能说出什么地方来，我很同意。我跟你们讲，真的，他跟我讲完以后，我仔细想了一想，他怎么可能知道我赌博？他怎么可能知道我去这家赌场？而且他，对他怎么知道我让我今天不要去？这个我也不明白啊。但是前面这两，他是怎么会知道的呢？ 就是按照我们这种凡人呐、啊、常人的这种逻辑，如果按我们的逻辑来推的话，都爹妈他说的就非常对啊！就就是他能看到有东西跟着你嘛，对吧？那马上就给你点出来嘛！所以我很认同他的、他他这个说法。那么，也就是更加证实了我，我那天上午。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个视频，就是就是说在新加坡发生一件神奇的灵异事件。这个，我那天上午很早就醒过来，醒过来就浑身不舒服。我搬了啊，我不住那个地方了，那、这个地方我觉得也也也不大好。我我就我我已经搬了一个地方咳咳。我那天觉得人很不舒服，那我当时采取的手段也是说，哎，太阳出来了，我五五六点钟我就醒了。 然后我等到九点钟，我我就太阳很大了，我就我就出去跑步跑步，然后就遇到这老太太。但是你话又说回来了，他如果能见到不好的东西，怎么会在这大太阳下面见到的呢？所以说我现在我也很乱。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今天要表达的就是，还是这句话：赌场到底养不养小鬼？我不确定，但是我心里面是肯定。 我有感受。那么，更重要的是，在外力这个小鬼的这个叫怎么说？激活，或者说他对我们的一个触动，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吧，让我们的心魔更加的活跃。这可能，这可能，或者说就是。 我们所有的玩家的最可悲的地方，内外、内外两边，我们受攻击，心魔不断的在活跃活跃，外面的小鬼不断的来点燃这个内心的心魔，或者说让我们生理状态、能量场变弱。 怎么办？大家可以讨论，大家可以讨好好讨论一下这个事儿。呃，我并不是在宣扬迷信，这里啊，我我绝对不是宣扬迷信，我只是讲我自己的感受和我自己这段时间的一个思考。因为毕竟这么多年经历的那么多事儿，好吧。不管怎么样，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祝大家，祝大家一切。 事事顺心啊，平平安安，事事顺心。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